在日本和西方人的眼里，中国很落后，可以随便欺负。陈真，你此去日本要牢记自己的目的。我不明白两个国家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仇恨。你的女人我已经玩过了，不要管我，快走。精武门的事就是我陈真的事。你们中国人都是软弱的兵夫，提早一步会打到你们中国去。我会在中国等着你。拳法再有用，不能救人。武术于今日在于保护弱小，警醒国人，人人自强才能看到希望。精武门已经不是一个门派，而是一种精神。